《大秦帝国》第四部《阳谋春秋》第六章《子楚还国》，毛公、薛公加营异人夫妇，只管交接平原君、信陵君府邸上下诸班人等，务必成就秦子楚不思故国、最新赵九虎女的口碑，而使信陵君蔑视平原君，松弛。 吕不韦特意叮嘱最放得开手脚的毛公：“邯郸之举，譬如当年勾践之事行于吴王夫差，成与不成，便看此处。半年之内，公若挥洒的万金之处，大事抵定也。”薛公摇头道：“吕公，只怕老夫小本生意做惯了，不敢挥洒，错也。此事。” 须得有度，豪阔过甚，犹不及矣。毛公嘿嘿一笑，嘿嘿嘿，老哥哥差矣，不为老兄弟，岂不知过犹不及？无非要你我另辟蹊径，花钱而不显铜臭，岂有他哉？我看中，老哥哥之场面定多，铺排大雅有我。 吕不韦老兄弟，不要事后心疼。三人一阵大笑，疏通西行关隘与他人分齐入秦的两件大事，吕不韦交给了西门老总事。这位老爹，称职商社事务三十余年，处置此等买路上路事务之老辣精道，连吕不韦也自叹弗如。交给老人，完全放心。 留给吕不韦须得亲自处置的一件大事，只有惊云的丛林马队。若如骑士们兼职之说，吕不韦与赢异人等离赵后，骑士们再散，便得先期筹得足够一年的粮肉及诸般用品，并得时时疏通赵国的邯郸将军，不使其以剿盗为名生出事端。 这一切，若是吕不韦依然在赵，自然百事皆无。战国大商皆有护路马队，是通行规矩。吕不韦又是长期供应赵国兵器材料的名商，为谁也不会为难。然若吕不韦带着秦国人质突然消失，赵国岂能放过这支马队？一番思忖，吕不韦决意再次与金云会面。 吾在明春之前妥善安置了这支义士马队。火焰般的胡杨林中，商讨记忆持续了一个晚上。金云与十位师长终于赞同了吕不韦的新谋划：马队骑士全数进入齐国即墨做骑兵，征得官声后，个人自选前程。吕不韦立即派人与齐国安平君田丹。 联络齐军接纳事宜，疑似音信有定，或冬或春，马队便以护商之名离赵入齐。议定之后，吕不韦心中大石落地，与骑士们整整盘桓痛饮一日，逐个听了骑士们的心境、家境状况，记下了几个人要在邯郸了结的难题，趁着月色回到了仓谷西。 当晚，吕不韦修书一封，派岳建吾兼程赶赴临淄。入冬之际，岳建吾风尘仆仆的赶回，带来了田丹回书，已经飞书即墨将军，接纳其事。开春之际，马队即可东来。吕不韦倍感轻松，破例与即将先期入秦的夫人陈炫，痛饮了一番。 醺醺大醉。冬日一天天过去，眼看河冰消融，杨柳发出新枝，独守仓谷西的吕不韦前所未有的不能平静。正月十五，岳建武从邯郸报来消息：米奇在邯郸已经住遍了所有的上等客寓，腊月注定胡玉云庐不再挪窝。 整日与三名金发狐女胡天胡地，原本说正月一过要回秦，近日却说要买下三名金发狐女带走，正在与胡玉主东讨价还价，疑似买定便走。米奇笃信阴阳之学，上路日子选在了龙抬头的二月初二，毛公、薛公也是日有佳音。 嬴异人新宅邸宾客不断，与邯郸名士已经非常交好，也成了信陵君、平原君两府的座上大宾。在薛公周旋下，信陵君已经答应举荐嬴异人给平原君，请平原君为嬴异人在赵国谋得一个大夫爵位。说定那日，信陵君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人之公子如嬴异人者，亦数也。” 一人在平原君酒宴上兴致勃勃地说到：“春日踏青。”平原君当即欣然拍案：“二月踏青放歌，公子可与国人同游。凭我雄强赵风也。倘有忠义女子也合，可破例城外露营一宿。”此言一出，举座轰然大笑。一切都出乎意料的顺利。 吕不韦心下反而不能平静了。正月末这一夜，吕不韦几次从梦中惊醒，心头砰砰直跳，裹衣而起，在燎炉前盯着红悠悠的木炭转悠起来。是高兴的心潮难平吗？不是。吕不韦清楚的记得，这种心悸生平只有一次，那是田单火牛阵大破燕军的前夕。 他乘大海船亲自押送猛火油与油脂松木的那一路，若说当年还掺着几分出京大事的紧张恐惧，目下这件大事却已经是筹谋已久、处置泰然，还能是紧张恐惧吗？不是，吕不韦从来不凭神秘兮兮的邪说断事，却也隐隐约约的相信魂灵深处的警示。 星象异常，必有异事。如此说来，谋划中有漏洞。整整凝视着发白的木炭火，反反复复的斟酌分解着每一个细节。吕不韦依旧莫中一是窗外霜雾弥漫，细微的刷刷声弥漫天地，如同万千春蚕在吞桑吐丝。突然，眼前燎炉啪。 弹起一个爆花，一片带着火星的炭灰打上额头，烫得吕不韦一个激灵，心头猛然一道闪光：米奇，最可能出事的环节。如此一个不伦不类的人物，在邯郸大张旗鼓的挥霍一秋一冬，以平原君、信陵君之老谋深算，竟不能觉察。再想回来，若你吕不韦是平原君。 觉察了这天大的秘密，又当如何处置？吕不韦心头猛然一颤。正在此时，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敲打着冻土，在峡谷中如战鼓雷鸣。庭院战马尚在嘶鸣喷鼻，岳建武已经裹挟着一阵寒风冲了进来。先生，出大事了！暮色时分，米奇带着一个虎女。 与几个世子模样的醉汉出了湖域，至今未归。我等三人已经秘密打探了三个时辰，还是没有踪迹。一阵冰冷疏忽漫过身心，吕不韦骤然生出了一阵身临悬崖绝境的眩晕。他牙关狠狠一咬，挺直了摇晃的身躯，心头豁然明亮。平原君也一直在事情作伪。 以静制动，眼看米奇要拔脚回秦，悄然收网了。不用找了，人在平原君府。吕不韦向岳建武摆手一笑，随即低声吩咐几句，两人匆匆大步出了庭院。此时的平原君府邸灯火通明，弦歌声声。 依照久远的习俗，正月年节的最后一日，是要举酒大宴的。年是一个蕴含深远的最大节后。过法也即使漫长讲究。腊月便开始敬天敬地，向天地禀报年来祈祷。年初是举家欢乐享受天伦，随后几日渐渐延及族人亲戚。 年中社火，弥漫村社乡里，一团红火；年末则是宾朋大聚。年末之重要，在于窝冬之期真正结束，春日耕耘真正来临，最后聚得一日，共勉痛饮，就此开园，显得分外不同寻常。还在年初之时，平原君约定了与信陵君。 并一般名士在自家府邸年末聚饮，客居他乡的信陵君无心此等应酬，推辞笑道：“呵呵你那府邸官事忙乱，要聚饮，到我破园来。”平原君神秘的一笑：“呵呵还是我那里，聚饮事小，叫你看一出滑稽戏。”信陵君淡淡一笑，浑没在意。 年末这日，雨雪纷纷。午后有高车驾到信陵君府邸门前，却是平原君门客总管毛遂亲自驾车来接。信陵君不好服役，知会一班门客名士相跟了去。进得平原君府邸最大的第二进庭院，全部搭了牛皮帐篷，三百多张大案密匝匝摆开。 百余盏红丝风灯，悬吊一圈，照得大帐院一片通红。身处帐中，天外雨丝雪花摇曳飞舞，帐内酒香弥漫，官带满座，别有一番况味。待谢陵君与门客名士就坐，平原君高声宣布开鼎。酒过三巡，天色黑了下来。 正在司里高声喧呼“五月登场”之际，平原君一扯邻座信陵君衣襟，眼神示意。西陵君起身跟着，出了庭院大帐，绕过一片冰封雪雕的大池，是第三进书房。两人落座，侍女捧来滚烫飘香的煮茶。西陵君品茶不说话，分明。 是要看神秘兮兮的平原君如何躲开滑稽戏的秘密。平原君却是笃定，对信陵君狡黠一笑，啪啪两掌，掌声方落，一股醺醺酒气裹着一个肥胖的皮球黄金人，从大屏后摇了出来，摆得几摆，黄金人终于飘手飘脚的坐到了旁边。 一张案前，一阵大喘气道：“快，快送我回湖玉云庐了，云庐小得无，否则有有你俩老匹夫好看了。”平原君突然拍案：“米奇，实在说话，你入邯郸意欲何为？借罪隐瞒无甚好处。” 黄衣人猛然一个机灵，你，你，你等何人？这这是圣旨所在了。平原君微微冷笑，哼，老夫平原君赵胜，坐上大兵，赫赫信陵君魏无忌，你还想如何？突然，米奇厚肥的嘴巴张得九绝一般，你。 不怕秦国了？哈哈哈哈哈！长平大战都没怕，怕个老之将死的嬴稷吗？平原君哈哈大笑间，突兀变脸。若得不信，老夫立即将你这秦楚匪子塞进虎笼，挖出五脏六腑，看老秦王却能如何？米奇骤然失色。 忙不迭铺地拜倒，不断磕头。不能，不能！两公子大名如雷贯耳，只是此事重大，为时不能泄露。小的我，为求两句明鉴了。平原君学着米奇的楚音，揶揄笑道：“晓得了，晓得了。只你对我说，我不对别个说，自不会泄露了。小的我。” 晓得了，晓得了。米奇呵呵笑着，哈哈，我对你说，你不对别个说，便不会泄露了。真是，我如何想无到此番道理了？一语未了，信陵君忍俊不禁，噗的一声，将一口茶喷得满岸水珠。平原君浑然无觉，只淡淡一笑，呵呵。 那便说了，说晚了，我就对别个说了。米奇忙不迭摇手道：“不可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对别个一说，岂不泄露了？”平原君笑道哈哈哈哈：“你说，我便不说；你不说，我便说。晓得无了？晓得晓得，我说我说了。” 米奇哭丧着脸，喘息一声：“哎，不，先来一大桶凉茶再说。我心烤在燎炉上，冒火了。”平原君呵呵笑道哈哈哈哈：“心烧没事了，才说的利落了。说完了再查，凉茶还得热茶晾凉，不是了。” 呃，也是了。李琦转着混沌的眼珠，呵呵笑着。说了无妨，实在也不是大事了。秦王立赢一人为太子嫡子，密不示外了。华阳夫人怕日久生变，急欲使一人早日回秦。 花月夫人派我做密使，前来相助吕不韦，要公子早日离赵回秦了。吕不韦与此事何干？一直沉默的信陵君突兀一问：“不晓得了。”老姐姐只说找到吕不韦便是大功，其他也没说了。 你见了赢异人几次？他要如何立让？西林君又追一句：“谁见过赢异人了、啊？”米奇嚷嚷着：“我是按图所记，他却没踪迹了。能找见公子，我来在邯郸吃着西北风了。你不说。” 我还想不起了，你说了，我要问了，你，你说赵国将公子藏在何处了？你敢杀他了？说，说了，做了做了，了平原君轻轻一推，踉跄打圈，指点呼喝的米奇，宽大的皮球裹着黄金醉汉，颓然跌到案前。 平原君跟着笑道：“哈哈,哈,哈，既没找见赢异人，你为何要走了？你，你，你甚都要问了。”米奇骤然红了脸，吭哧起来：“我为特使，不得回国复命了。再再再说，好了好了，说也无妨了。我得了两个女宝。” 要不走，你抢了我，我,我找谁去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，两夫人如何选的你做密使了？<laughs> 不晓得吗？米奇得意的笑了。入秦米事中，我米奇最周全干练了。见信陵君一副厌恶神情，平原君硬生生。 憋住了笑意，一挥手，大屏后出来两个壮汉，将醉醺醺的米奇架了出去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